行吧，那你慢点啊。好好。妈，那个到点接孩子了，你去接孩子去吧。儿媳妇儿，妈有点头疼。头疼？你怎么偏偏接孩子的时候头疼啊？我不想去接了，你自己去接吧啊。那你不去接，那我自己去接啊。你去吧自己去吧。行行行。走了，这怎么连车钥匙都没拿？哎，回去拿吧。王大夫，我想问问你，我那个检验报告结果出来没有啊？出来了。那我那个病怎么样啊？这么严重啊？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还得必须住院。哎，不行不行啊，不能住院呢，我还得在家干活呢。王大夫，那你随便给我开点药不行吗？你不是去接孩子了吗？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那个刚才光顾着走了，没有拿车钥匙。行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妈，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没谁，打错电话了。打错电话了？嗯，不能吧？哎。王大夫，妈，你都把人家的名字存在这个备忘录里边了，怎么可能是打错电话呢？我刚才怎么听你说什么挺严重的，然后还说什么随便拿点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
我能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是我一个很远很远的亲戚，他有病了，上这儿来看看，我领他去做了个检查，我顺便帮他问问大夫。嗯，你不说是吧？喂，啊，你好，大夫啊。是这样的，刚才给你打电话的这个人啊，她是我妈。那个，她有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啊？啊，啊，啊，什么？妈，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大夫说让你住院，说你得了。别别别，别说出来。妈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是上个月。这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，那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啊？我不敢跟你们说呀，我怕告诉了你们，让你们担心呢。这医生啊，让您住院啊。哎呀，别听医生说，住什么院呢？住院，妈呀，吃点药就好了啊。妈，这不是感冒发烧，吃点药就能好的。那如果真的吃点药就好了的话，医生他会说的那么严重吗？哎呀，儿媳妇儿，没事儿啊。我刚才啊，就是头疼了那么一下，现在好了，现在不疼了。妈，你不能因为现在不疼了，你就不治了。这万一等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再疼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能啊，儿媳妇不能。妈，你听我说，我吧，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我也是一个成年人啊。那我也懂得，这俗话说，有病就得赶紧治，越早治越好啊。这万一等拖成大病了，到时候你想治，那都没办法治了。儿媳妇，我不去住院，那住院那得花老多钱了。你看咱家这条件。不行，妈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说这人活着是为了干什么呀？那挣钱就是为了花呀。只不过我们这次把钱不是花在了吃的喝的身上，而是花在治疗身体的上面，那这个钱花的才值啊。这人啊，不能为了钱而活着，人是掌控钱的，不是被钱去掌控的。